中共将疫苗作为工具，大肆渲染输出成果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九号发表声明，欧盟不会像中共那样将疫苗用于宣传目的。欧盟所倡导的是价值。米歇尔在声明中说：“我们不该受到中共和俄罗斯的误导，因为这两个政权的价值都不如我们。他们在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方面做得很有限，却大肆渲染。根据已知数据，中俄在本国注射疫苗的比例比欧盟少两倍之多。” 中共专家钟南山日前披露，中国只有百分之三点五六的民众注射了疫苗，不仅远低于美国、以色列与英国，也比欧盟低得多。法广报道，法国世界报说，中国疫苗接种的问题，一是产能不足，二是民众对国产疫苗没有信心，也就是供需都有问题。中共过去频频出现的疫苗丑闻及假药丑闻，导致中国人对本国药品的信任度有限。Our top priority now.

At scarcity raw materials, the ingredients, scarcity of of 制造疫苗所需的原料量之大，前所未见，还需要玻璃来制造疫苗瓶身、塑胶来制作瓶盖等。但目前全球供应链都因疫情陷入混乱。与 WHO 共同推动 COVAX 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 （CIP） 表示，供应链出现紧绷的征兆越来越多。Increasing signs of strain within supply chains. Companies are beginning to report spot shortages of critical 世卫组织首席执行官谭德塞表示，供应链紧张将导致一些国家采取出口管制等行动，会对世界造成很大问题。整个疫苗供应链都面临风险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叶恩杰编译。